刘涛被曝虐待助理，贤妻梁某人设彻底翻车，私下的真实人品如此不堪吗？刘涛自从给自己的丈夫还债复出娱乐圈以后，就一直是圈内拼命三娘。不仅如此，在各个综艺里面，她还一直树立着自己贤妻良母的人设。出去游玩的时候，所有人的行李都要由她来准备，而且所有的一切刘涛都会一点一滴的弄好，不会让自己的家人感到糟心。由于贤妻良母的四个字，刘涛也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，并且在多个场合表示了自己对家庭的看重。可是近期刘涛却被媒体暴露出虐待自己助理的行为，从爆料中的照片中也能够看得出来，刘涛在私下的人品并不如同他表现出来的那样温婉柔和。他不仅让自己的助理跪在地上给自己穿鞋，而且还眉头紧锁，不知道在训斥着助理什么。更过分的是，他还让助手伸出双手来帮自己接吐出来的东西，助理的脸上全是平静，看得出来他在私底下经常给刘涛做这样的设想。这样的一个小细节也暴露了刘涛在私下究竟是有多么盛气凌人，不少人都感觉他的贤妻良母人设似乎要翻车了。其实刘涛不仅仅一次被人质疑出来是装出来的温和，因为他在圈内树立的形象更多是一种拼命三娘，出去接戏甚至会出现24小时连轴转的情况。可他周围的工作人员配备数量确实不够，一个真正懂得体贴别人的人怎么可能会让自己的助理连着24小时陪着自己？而且此前也有人爆出圈内助理的一个月工资也就是在4000到8000之间，哪怕是按照顶高给付工资，24小时的工作时长算下来，时薪可能还没有肯德基高。很多网友都认为刘涛这一看就是装出来的，因为他需要复出娱乐圈，所以需要一个良好的形象口碑。可是私下的一些细节还是掩饰不住，他对助理的态度中就能够看得出来他并有那么有温和。也有网友认为既然给工资，那么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，刘涛没有让这些助理做什么更过分的事情，只不过是穿个鞋。娱乐圈中很多明星都是这样做事，大家认为刘涛的人设是不是装的呢？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